这还有一个当官的开脸，小胡子，这百子图的另外一面。看这还有一个西厢记啊，我看是公子哥。这个呢，这小胡子也是个当官的货。这个呢，这是个将军了，应该是不是个将军啊？将军下凡一样的。看这个开脸，哎，这康熙时代的开脸，这小瓜子脸，不知道。看，继续看这开脸，咋看出来呢？怎么能看出开脸漂亮？还是也不是对不对呀？这边还有几个人物吧？据说这都是对的了，这不可能是错的。看这还有一个大开脸，踌躇满志啊，踌躇满志的一个开脸。这为什么开脸比较对？现在也能画这种开脸呢？很多搞书法的、书画的人就说啊，这个开脸不对。这不就一笔下来吗？搞个瓜子脸，有啥不对呀？看来这个不是搞书画的人，对这个人物的画法真是难以掌握。看看这个开脸，几笔画出来，现在也可以这样画，还是没掌握。哎，水平太差。